输入，哎，是这个吗？可是我们是用，我去先现在慢现在翻一有下，吗？有没有声音？有没有声音？有没有声音？一二三，没有，有没有？聊天室有没有？来，有了，有了。有了啊？会不会太大声？会不会爆音？有听到听到，有了有了，还蛮大声的哎、欸。有，行行行。应该还好。好，没有没有，就已经有人说有了，你还没有。这是哎、欸，对，技改有含营养师吗？没有没有，没有。可怜。好，那我们先讲解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大概是怎么样的规划。我们会先打个顶培，看一下改版后顶培有多厉害，然后再就会看一下那个万圣节的一些小活动，然后再就是大家最期待的新念马戏团，就是类似上次的日食啊。没错没错，好，那我们看个顶培，顶培下边180，一天一场。会跟聊天室哦，为什么一堆人在那边叫我唱 Maple 呢？自己去 YouTube 听，啊，上面帮我看广告。好，我们今天等一下艾希会用这支夜光去打个顶培，看一下他的身手行不行。先打个预防针，这个不是我的键盘没什么调，所以如果打得很烂的话，绝对不是我技术不好。啊，等一下我们那个改版后、哦、那个紫色的钥匙啊，它可以直接送到那个网的那个地方。就送到头部啊，直接送头的概念，极度危险。对，极度危险。我们先试看看。我们看一下有多危险。等一下，那个有天上啊，没有不开的道理。送头，送头，直接送头。哎、欸，看个动画。啊，他该不会动画的时候就已经在打我了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再想一下，再想一下，不可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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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一下，想一下。好，等一下那个。怎么一堆人在叫我唱 Maple， 你们到底有什么毛病？你知道 Maple 是什么吗？枫叶，风之谷是吗、嗯？还是那个皮卡丘那个 Maple？ 哎、欸，没有，是我改编的歌。哦，好像有听耳闻。耳闻，你刚刚去听一下。直接送头了吗？哎，我该不会？哎，送头送头送头！没有没有，他喷另外一边。哦，送头。哎、欸，他那个判断真的有变大，感受到了。哦，很猛很猛很猛！斩瓜切菜。好，二阶了二阶了。好，多多多多多。然后就用那个反射打小，哎、欸。哇，不能趴下来。哇，他现在会直接打到。没关系，第三阶段。好，两下，三下。表面刚好像也没有打一百亿，还是打蛮快的。表面 easy game， 听说是在普通史屋到简单露西达的程度，听说啦。哎，对，反正三阶段就7500亿，哎，应该聊天室应该都是两三秒就解决了，聊天室都那么厉害。表功都很猛，独属8万的，好优秀，好优秀啊！啊，对，换人示范其他职业了。然后现在那个胆胆吼点的没有用哦，你要用敲的，你要用打。普攻吗？还是都可以？希望那你、哦、都可以啊。这个黑黑的是那个新的硬币啊，新的硬币，所以旧的可以丢掉了，是不是？旧的，你要去商店，我们家去商店看。来，商店。旧的硬币赶快用一用，要换了要换了。哎、欸，这是初、欸，这个最上面这个还有哎、欸，这是初级旧硬币换初级硬币，啊，这个不重要，这一间才重要。旧、哦、硬币还是可以，就以前旧的绿那个吗？所以不能丢。对，留着留着。不能丢，刚刚收回，不能丢。然后我们刚一场上打下有多少个？看一下。有，我全部都有捡。26个，好，26个，我们顶培了多少个？700，安归刚，
三十几天，二十几天。二十几天，哎呦，那还是有点久了。哎，超久。可是他这个每个礼拜都会补货啊。可是他这个硬币是每天都可以打吗？硬币每天一天一场顶配，对，一天一场，没错，一天一场。哦、然后顶配都是700。该囤了，我觉得偏难哎、欸，跟现在比。反正7500亿，轻轻松松。那我们先换下一个职业。OK。看那个夜光，我们换一个夜食者。都是夜啊。夜食者。可是夜光比夜食很烂很多哎、欸。可不可以建议原厂上修一下？好，我们换个夜食者。这个亲儿子夜食者，来体验看看。小魔是三小，小魔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是我们刚刚那个戒指吗？太强了，25星。哦，25星。这是测试伺服器哦，不要、啊、想太多。这是测试伺服器啊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了。然后现在顶配哦，你不用排队，直接点进去次元之境，直接点，免排队，不用担边缘人在，不用担心的。好，重新聊天室的各位都不是边缘人啊。我们这夜食者应该是轻轻松松啊，看一下。你真的是故意在秀你的面板吗？哦、我觉得应该只要5秒钟。哦，没有，散头，没有，不可能，敢不敢不要丢散头？顶配那么强，不可能，我们直接送头。哎，下先开个，你有钥匙吗？有，开个天上，我有钥匙。那如果没有钥匙的话，路线是跟原本一样啦。哎，对，路线会一样，直接送头。恐怖！哎、欸，哎，他拔掉一些装备耶！哎，感觉也差不了多少。他的意思怎么这样？行啊，你太强了，伺服器要帮你搞点事啊！他手二阶手改这样，鼻炎一下。太久没打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躲哎。听说不能趴下喽。哎、欸，对，好像有听说。结束。真的应该要挑不要太强的试验一下，不要太强的，那这样子观众没办法感同身受。不可能，聊天室都那么猛，对不对？聊天室这就是有人想要偷懒，不想要打太久。那、哦、我们等一下再开，再摸那个胆胆，看可以开到什么东西。哎，听说顶培也有可以直接开到，对不对？还是没有？哦，有机会啊，就好像顶耳还有另外一个什么的腰带，哎，有没有？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哎，什么叫耳环呢？终极培优的耳环。对，只有终极。阿妈是没败啊。哎呦啊！我捡到两个，还有一个哎，还有一个在那边，三件。哎，真的，我掉两个耳环呢。哎呦，哎，有趣。一百就会掉两个、啊，我以为他不会掉那么多。男的是总哥啊。男的不重要，大家看你的就好了，真的。大家不要看我。好，那我要出荧幕了。好，那我们顶培就这么这一趴就结束了。顶培很快啊，下一个是顶培，大家不用奖励。顶培真的没什么好怕的、啊，聊天室就是那样啊，轻轻松松。一直有人说可不可以导正正常伤害也是正常害，你这个账号有正常伤害的角色吗？我不太知道聊天室的正常是哪边的，聊天室正常可能就大概读书2万到3万，2万到3万，那可能是小朋友。那哎、欸，你这样讲话有点太过分了。不可能，聊天室都是大朋友。可以讲一下那个血量大概跟以前比是差多少？差多少？差10倍吧。差10倍。好，那讲一下万圣节。万圣节它到时候会有那个闹鬼宅邸，还有一些万圣节的小东东。那我们直接看奖励。那它会有这样的东西，直接穿起来看一下。
帅吧？好帅哦，唯心之论。好，再换别套。哦，狗嘴狗嘴。这个。就是好像旧的那一套以前有出过吗？对对对，他也是有出过。那我是说那个刚刚那一套上一套。你说咖啡色还是奶油？嗯，没什么印象。然后这个应该是那你看我就说要那个要找那个比较正常的、哦，被骂了被骂了。好，那还有那个万圣节一些字型，这是新的，今年不是万圣猫了。好，打看看，打看看。嗯，万圣节还蛮有风格的哦。对，识别度很高啊。然后还有这是一个旗虫，万圣节旗虫。这个鬼鬼小鬼，小鬼。你在消费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小鬼，大家都可以变成一只小鬼，在那边跑来跑去。没关系啊，今天其实顶培不是重点啊，重点还是放在后面的新野马戏团。对，新野马戏团才是这次改版的重点。好，那这个小鬼就长这样，还有其他的字型。字型储存储存。好像僵尸字型，僵尸伤害字型，僵尸伤害字型是新的吗？好问题，好像是旧的。对啊，这个应该是旧的。有人问说体统可不可以飞？体统会飞，我忘记这字怎么学。跳一下，你说二段跳就知道了，他不能二段跳，所以他可以飞。是，看一下他说明。说明。有高空飞行技能，对，可以可以，这是飞宠，可以起飞，可以起飞。那还有一个字型，这好像也是旧的，对，这是旧的。哦，还有一个，哎，下一个就不是万圣节的，接下来就是黄金马车了。啊，万圣节还有一个那个小屋家具，小屋家具是一个新的灯，还不错。这个灯，哦。开趴一定是需要的，其他就是都去年的啊，今年小屋怎么新增一个东西，小屋新增一个万圣节家具就在这边，但是也非常抽的，没错，要靠晒。好，那万圣节好像哦，还有椅子，还有椅子，还有椅子，不要紧张。闹鬼宅邸，那个闹鬼宅邸它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副本，那你最后解完了，它会有个椅子，就长像这样，还蛮有趣的。嗯，那这些道具是到时候副本会有剧情任务，那你只要把剧情全部跑完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，算是蛮轻松的。但是我们今天会测试这一部分吗？不会。我们今天是把礼物先拿出来，重点我们就放在新野马戏团。好，那万圣节还有一个椅子，男生跟女生都不一样。那这个好像有个隐藏任务，不许打，不要打。他们走起来。故意的，故意的，有人在搞。有人，有了。好，然后他这好像有个隐藏任务，那到时候就会跟玩家说是什么隐藏任务。好。好，那还有一个就是。点名的活动，黄金马车，马车马车，99天哦，99天，然后假日可以点两天，可以点两个啊，那一样花100封点，哇，可以补，可以补，他直接让你点到明年哎，没错，这个东西可以跨蛮多版本的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奖品，奖品它比较重要的就是像这个嘛，一个白白的时装。时装到粉丝页就有图片可以看的，对，那个之前的贴文就有贴出来，没关系，我们再穿一次给玩家看。他这次换出来就长这样，账号内移动，然后你男生还是女生，
点开就决定了。好，你是男生。对，所以你要男的或女的，你一定要自己选好你自己的角色去开。好像跟前两次一样吧，前两次也是这样。没错，之前也是这样。要不要放大一点？从哪里放大？那个同 OBS。你说角色放大、啊？看得清楚吗？哎、啊，那你会个几下？普攻普攻普攻，来跳一下。普攻，先帮我找一下在哪，我收个练习单。还不错哎、欸。没错，然后乖乖点名，就。这次应该也是有那个补点名的方式。有100封点，你只要乖乖点名，就不用花这个100封点了。希望大家是不用花到这个钱啊，蛮冤枉的。没错，啊，还有他其他还有那个伤害自省，伤害自省，还蛮多选项的，其实都跟上次差不多啊。然后后面再多个几个，什么阿戴尔才，阿戴尔不错看哎、欸、哦。啊对，帮我把它放回去，放回去。你要负责。啊，这个把它弄掉。哦，太聪明了。你就这样吗？你们画面有调过。有现在有啊，有调过了。现在不是13666768。好，没事的，各位同学，聊天室没事的。好，看一下，简单略过一下这个伤害之前。我这一次复古也补进去了。嗯，大同小异啊，各位。没有单位，没有单位。差不多就是这样啊，直接换的时候他会，例如我直接选，他就会直接套用，所以大家肯定要先看一下。我记得我刚夜光没有都打110，你夜光没有打110，应该是没有，可是也是打蛮快的。但是。可能 B 站比较少，可能要再处置一下。好，彩色玻璃直接换，耶、yeah ！好，那怎么的？万圣节还有黄金马车，就这样结束了。嗯，好啊，直接进入重点，观众等不及了。好，那个、还是先讲 MVP。啊 ，MVP 也可以 ，MVP 也可以。感觉 MVP。很多人想要红。好 ，MVP 想要知道 MVP 它红色，我们直接进商城看红色。红色的阶级，我们直接讲重点，红钻要多少钱？红钻原本钻石是20000嘛，红钻细版4万是几个月内？三个月内，4万红钻。对，然后封点那些都差不多等比例上去。好，那我们刚刚经典下来。我们来开箱看看那边有什么东西，然后以往那些每日礼包的东西也不太一样。那先讲一下红色这包有什么？红色这包有枫叶点数，700点，直接点。以前是交换券，现在直接点。哦，就不会再卡。对对对，不会有一些奇怪的事发生。好，700直接点，哎，700加了700，还有其他的，其实这些都只是那些。差不多数值变强而已，有多强看一下称号的数值。好，你看看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是有看到它是有加 B 伤的吗？还是我看错了？嗯，好像真的有。哦、oh, ，加5 B， 没错，4万块，值得拥有。好，这椅子瑟瑟发抖。1888，红钻的遗志，尊爵不凡。
欸，那我想问一个偷吃部的问题哦，就是我们这个月会置入这个新的 MVP 系统，那我们是不是上个月已经领过礼物了？这个月可以再领一次？如果你假设你现在已经花到四钻了，那你改版之后就会直接变成红钻了。所以你就可以马上再领到这红色这一包。那我钻石可以再领一次钻石？不行，不行，没塞，没塞，不行哦，不行，可惜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让这种事发生。我是觉得发生一下还不错、哦。不行不行，然后 MVP 这个大家都知道，一样的老东西老东西。这个看一下这个名牌戒指，哎，那个字型感觉尊爵不凡啊。MVP 皇家伤害字型，再换一下，换一下，感觉比那个它跟以前不一样，以前是消耗就很妙，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很像开关的东西。啊？没错，没错。字型还可以用开关的。没错，所以大家到时候不要说什么，哎，怎么消耗了没有？是不是被吃掉了？没有，是。哎。啊、哦，不用担心哦，等一下星夜马戏团几乎应该就是我讲了吧？没错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然后这就是红钻的那个伤害之型，然后刚刚还有那个戒指，来一二三，红钻无法忽视的存在，尊爵不凡啊！我觉得点装戒指应该要再多开几个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用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爱戒燃烧苦行，然后幽暗。就哦、我都没有办法放名牌，有合理合理合理，在原厂再开，正好是那个耳环跟腰带的这个位置哦，这两个也是开一下。好啊，对，这次有这个改动，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了，你看我现在穿手链，哎，只有四 set， 所以到时候大家改版不要说什么我闭上掉了，没有，大家不要紧张，这是正常设定。好，那接下来MVP 这趴就结束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还有，你刚提这个是想被骂是不是？好 ，MVP 他那个画面都挡住装备，哎、欸，这个画面挡住那个装备能力，可能要、嗯、可能那个视讯要缩小一点，不然就是这个是装备栏要往旁边移。装备能力我刚刚换到什么？哎、欸，应该是那个刚刚看勋章那边吧，反正我们等一下有什么东西都尽量往那边。OK OK， 老天师欢迎提出你们的那个，我们都会改正。嗯，什么八卦？好，刚刚这臂章是长这样啊，臂章五 B， 然后其他几乎都加七嘛。那这个呢？称号呢？称号就普普通通啊。普普通通哎、欸，这个值得拥有吗？还好还好，好，障碍之行，开关开关，哎、欸，刚现在开吗？现在关掉。有没有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以后字型是不是都会走这个路线？因为字型格子也不太够了。嗯，你在那？好，那那个 MVP 的每日奖励，它现在变得不太一样。它现在是每个月会分三个阶段，一、嗯、号到十号，十一到二十一号到月底。那会总共会有三波。那它主要的大家比较在意的是经验加倍变得怎样？好，天气。现在有分独享包和共享包。好，然后这个 MVP 两倍的，就是一般我们在吃的那种两倍的这种蓝券，就是这种，它的效果跟它一样，所以两个会覆盖掉。好，那我们假设我们今天吃了这个，吃了，然后再来是这个两个，就是可以把它理解成那个天气效果，只是这个是个人独享。个人独享是变成。一个月就有六十张，对不对？一个月钻石红钻，红钻好像一个月拿三十个还是二十个，好像三十吧。可是他三十个，他是一次拿哦，他可以领三次哦。对，差不多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觉得他变很多，但是他变成说你要自己去除到那个钻石，你就比较少免费的天气去吸了。他可以交易哦，各位同学。这个个人独享包可以交易啊，这可以交易哦。没错，我就好像还行哎、欸，那这样好像比较佛哎、欸哦，以后不用再担心抽不到天气佛心公司，佛心公司，可以不要自己讲吗？我都尴尬了。
好，然后这个人独享，我们吃下去，吃下去，吃一下。好，不是吃的，吃啊，还有吃的，对，刚那个，有没有不会互撞啊？不会互撞、啊，各位。但是这两个就会互撞。好，那在这个就是那个独享包跟共享就会互撞。对，这是共享的。我们试试看共享，他等下会把这个个人独享包弄掉，所以大家吃的时候要注意一下。哎，你这样人家看得出来有什么用？有，真的真的，这两倍还在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 1.5 的就改掉了。天气大家应该都算熟悉，就使用方法没什么变。好，那 MVP 主要的改动就是这样。接下来，新野马戏团吗？新野马戏团。Okay. 好。那你要跟我换位置。好。新野马戏团。新野马戏团其实就是跟上次的日食一样，那我们。我们先跟修费凯曼对话，我们看一下活动票券，它有三个，一个是魔术秀，然后一个是游乐设施过山车。请问为什么是过山车？过山车就是云霄飞车啊，过山车、哦、不是打错字。没有，然后还有一个烟火游行。那如果以练本尊、练战地，还有就是提升自己角色素质来讲的话，这个过山车是比较适合练本尊的，那烟火游行是适合练战地的。那这个修飞坎曼的魔术秀呢，就是蛮垃圾的，我可以直接讲吗？不可能！你再想一下，你再想一下。我建议大家不要选这个，因为上次那个符文一加一，如果觉得很香的话，这次如果选这个的话，应该会哭出来。我是建议大家选这两个就好了。想一下，不可能。可能，到反正听我的，没错。好，那因为这个一个礼拜只能选一次，然后它是算伺服器的。那昨天有一些观众问我说，我可不可以选两个？我只选一个很可惜。那其实你只要换一个伺服器，比如说你在尤伊娜你要练战地，那你就在尤伊娜选烟火游行，然后把你的本，你想要练战地又想练本尊，你就先把你的本尊转到其他伺服器，你就可以同时用这两个。那等活动后你再把本尊转回来就好了。这样子算是可以两个，但是你要付出一点点数。那我们现在就先来测试一下过山车。对，练本尊啊，各位。这是去年日食，一直叠那个。我们这次变成这一次是这个心跳指数技能。打怪了，对。我现在有在迷宫吗？没有。那我要怎么去？可以直接飞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哎，知道。U 好，我们去苦痛好了。飞，你去哪边练？赶快。我去。你现在几等？250。顺便说一下，夜两百五，都开多久了？啊，你说我自己哦？对啊。我275啊。抱歉，不好意思，我还在260，不好意思。像我250的时候，夜光是练这张。哦，笔记，聊天室笔记起来。可是现在迷宫三有改怪量了，我觉得可以去测试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打怪的时候，有你那个心跳，那个心跳在那边，它就会累积那个心跳条，400只，打400只就会集满。那我现在先等我打一下，我要看一下聊天室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回一下。反正是没有啊。好。什么？他们说要让这个硬币显示出来。哦 ，OK。好像是很专业哦。这里可以吗？可以。反正是很懂哦，都知道有那个硬币哦。这个硬币一天是300个，然后就一样嘛。像我们这一次骑士也有那个打额外硬币的，有点卡。有人在搞。打额外硬币的。小迷你游戏，
啊，这一次也是有。有人的心跳快吗？等一下会打看看。有人的心跳在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快了快了快了。还有四分之一。好，真理之门开起来。真理开起来。棍棍开起来。哦，好猛好猛！这个夜光太猛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请把我的那个坏掉真理改回来。没福没福，哎，满了满了满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发动四阶段经验加速器，然后它会在这里显示三分钟。那这一次，哎，四分钟，240秒，哦，是四分钟，四分钟，450%哦，各位，450%。然后这一次比较麻烦的是，我这个用完，我才能再叠下一个。没错。然后到第四阶段的时候，一天是可以叠50次，不是，它不算叠。它可以发动50次，所以你就变成有50×4分钟的经验 buff 时间。哇，那很多哎，跟鬼一样。我觉得如果连这个时间扣掉，还有你要集满400只，你每次都要集400只的话，有啊，你有轮回，那一下子，应该一天也是要练个3到4小时才会满，就跟上次一样，上次是。可是这一次有一个好处，上次是你一练你就要一次4小时啊，对对对，你就那这一次你是可以分段的，没错没错，你可以上个厕所吃个饭你再回来。对，那这一次算是比较有弹性，可是其实你练功时间是没有减少太多。那这一次你看它这个四阶段，它是追加是450%，那上次叠满最多是350而已。哦，所以变强了，各位同学。可是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升到最高级了，所以它我会有4阶段可以抽，但是其实它有1、2、3、4，它会随机给。当然，你到第四级的时候，4阶段的几率是最高的。有有，那感觉跟上次应该也是差不多啦。那我需要再打满哦。那如果点掉，点掉，点掉，这可以点掉。可是你点掉越浪费。你点掉就你，我们假装我们已经打完。假装我们断线啊，断线的话回来。哎，我记得这个断线会，这个断线会要从会不见吗？气泡吗？南非气泡吗 ？OK OK， 我们来试试看。试试看呐、啊。那这个可以释放的次数，它是按照伺服器给的。哎，对，所以比如说你这一只角色放了10次，你换一只角色最多还可以放40次，没错。然后也不会说啊，像上次跌到一半啊，就比如说哦、啊、我跌到100%，然后下一只可能就只能跌250%。这一次不是，这一次你就是每一次释放就是给你那个趴数的。快快，你快满，快满！有有，快了，快了，很快，很快，很快！有有，硬币满，还可以用过3次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其实你活动任务打满之前，你硬币都一定会满，因为那个硬币还蛮好集的。哦，发动了，发动了，蹦！发动了，可是哦，三阶段。对，我这一次就抽到3阶段。那其实4阶段我听说有70%，那我为什么还抽到3阶啊？是我的问题吗？有人在搞，有人在搞。三阶的话就是400，四百趴哦，也是多哎，哦，厉害厉害。好，我现在断线一下，断线。进赏金会消失吗？进赏金不算啊，不可能啊，不会消失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消失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会消失那大那就好，那就糟糕了。知道消失进赏金，那你那个图也没了啦！跟你讲，不会啦，因为大家都艾丽亚。进赏金这个图还在、欸，还在。没有不在啊。心跳在啊。哦，心跳在，可是你那个……哎、欸，不对，这个不是。不是不是。不行，这个断线就没了。断线你就少4分钟啦。没错，所以不会断线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那。那这边还要再讲吗？还是先下一个？你进那个活动地图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再讲其他小游戏好了。打啊，对对对，旁边那个咕咕。
咕咕气球，就是我们刚打怪的时候不是会累积点数吗？那它其实还有一些小游戏的方式可以累积，那其中我们先讲会额外累积的部分。这个刺咕咕的活动，它的硬币是没有算在每日300的。对，就跟 Rise 那个打那个什么个，荣誉决斗场是不是？应该这样取，就是跟那个一样的概念，额外多的。可是听说这一次比荣誉决斗场。气矿吗？那它一样最多是1200分。好，是。好，等一下看，打完就知道了。有500、600、600。后面越硬。动人，放心啦，你那么猛。有1000。不能太猛，太猛会被骂。没有了，聊天室都那么厉害的，不可能。你就继续。不可能。1200。最后一阶。他怎么超过1200了？就到1300了。我被骗。没有，他刚刚真的有就跟你讲1300。有，按怎么不用那个死神镰刀切，这样比较猛。我有放死神镰刀吗？有，切起来，没了。公布。有点硬哎，这个不知道会接怎么打。还有60秒，可以。我多少不是150000吗？有啊，放心。还是对，这次一定没有。不是150000打仗，大家要退股。不要狙。啊，打完了哇！不要狙。这个比较好，不像之前的还会攻击你。1300收工。1300就是多给你130个硬币，所以你一天最多可以拿430个。没错，430个。可是它这个气球是你要升级到，你要升一级，00，你要升一级才能打气球。好，那先来介绍其他小游戏好了。其他小游戏它就不能再获得额外的硬币了，但是它可以挂网，这个就是挂网拿硬币的，由它飞天族。挂网拿硬币哦，耶，就这样，就坐在这边就可以拿硬币，然后把那硬币拉出来，那天是看他有他有在跑，有看到我这个硬币刚好增加了，因为我刚加了130，有他等一下会跑，但是我这里跑那个小有现在9加六，然后就蹦出来，有升了。13，听说要挂20个小时才能，大家还是乖乖打怪啊，就上出门上班上学。挂进去。那这个就这样而已。没错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类似鬼怪天气的东西。那这个是斯坦乐园现场表演，然后你点下去之后，他会跟你要2亿元，然后他会给你一个类似鬼怪天气的东西。好，那我现在直接买。那这个东西是你整个地图里面的角色都可以吃到这个技能的，所以人多的是福气比较吃香吧。有人买你就有得吸。有，到时候不客气不客气。所以到时候大家在尬狂说，一瓶什么梦那个那什么。梦与幻想的庆典会场。然后这个因为我刚刚说这是类似鬼怪天气嘛，所以它就是可以跟 MVP 啊还有一般蓝卷是哪一张？一般蓝卷是这张啊，就左边这张啊。我怎么已经吃了？你已经吃了对吧、啊、你刚刚下线没有掉而已。没有，那哦，对啊，我刚下线了，所以我这个是普通天气，然后这个是斯坦乐园现场表演，然后这个是一般的蓝卷，都可以叠，全部都可以叠，舒服，有2亿就可以叠，有2亿，但是有点贵啊，看能不能蹭，可以花个2亿那个刷个存在感，你就直接坐那个椅子在这边说哦，帮家名声，然后你就直接2亿丢下去，名声就直接来，
那另外一个是私人演唱会，这个比较像是补点名的东西。那我直接买吗？没有，他刚刚已经，我们进度已经超前了。他说，因为我们升到最高阶，就已经没有了。那他就是，你如果进度有落后，花100封点，就可以送你300硬币，就这样。那一天可以点一天最多三次，一天三次。这个也是你乖乖点名啊，就不用花这个钱。对，乖乖上线啊，就不用花了。那转盘，转盘去年也有。对，去年有。我直接转一次。OK。那只要转到尤利亚就是输啊，转到古宝贝就是赢啊。第一次赢的话50，一百。第二次100，第三次200，我记得300。转，他等一下会有说明，等一下回去看。我等一下看一下说明。没错，然后我赢了，那我现在50嘛，我可以选择我再挑战，可是再挑战要30分钟，我可以选再挑战，或者是我直接把50领出来，然后我直接领好了。OK， 领出来。那、啊、我直接领的话，我今天就不能领了。没错，好。但是你连赢两次跟连赢三次的时候，你会得到更大的奖，就看你们要不要赌，因为你输一次就归零了。我是觉得50加减拿啊，其他乖乖打怪或者是挂网，就已经可以省蛮多时间了。哇，那我们换下一支吧，还是我先看一下地图任务好了。重新新地图。哦，重新新下面。好，对啊。可是我还没讲到阶段奖励耶，等那等一下再讲一个。好 ，OK。我先讲那个技能，就是我们开启这个技能，你升级的时候，这个技能是几点？你说是几点给一个技能？每个都不一样，不太一样，也是不同阶级，还有不能，达到特定阶级才可以学，所以像这个就是一阶升一阶。升一个阶段你可以提升一级，那主要是这三个。那我们第一个先看食物摊位，这个是常驻经验值增加，那第一阶段的时候它是5%，二阶再加5%，三阶再加5%，四阶一次给你加10%，没错，总共25%常驻经验值。那这个是 combo 球，也是加经验的，这两个都是练功用的啊，没错。那这个 combo 猪得到经验量加100%，这个还可以跟狂狼叠哦，应该不无小补。明白。这个是加密法符文的。下面这个我们先别。下面只是说明是有错误的而已。实际上的王他会等一下左边会有个任务，等一下大家看就知道了。像这个就比去年好了嘛，因为去年没有啾啾的顶尖料理对决跟拉契尔恩的平安夜啊，今年多这两个可以再多一点符文。那 BOSS 这个我们刚好直接看一下好了，在哪里？对，这就活动 UI 这里哦，就是 BOSS 完成次数初始化票券点开，那会有哪些可以完成初始化？女皇、每一个，然后混世，就这样。没错。你打完之后吃一下这个票券，你就可以再打一次。多打几颗红石，多打4颗红石。啊，对，多打4颗。听说之后这个不会掉红石的问题也会修正。没错，修正的各位。大概什么时候？就10月21改版。也是10月21号吗？没错。那可以多打，再多打2个。没错，大家记得去打。还有一些小庆典地图，还有什么？这个是加时15，然后怪物公园经验2倍，赏金经验2倍，战狼经验2倍，精英怪+1，然后一般怪物加30%，攻击加30%，BOSS 哇，悲伤加30%，然后。小屋家具就有时候它不是会多给你一个硬币吗？啊，这个你点了以后，它就是100%会多给你一个硬币，刚好可以破你的那个家具栏位。啊，这个是精英 boss 的宝箱，就黑王啊。它是直接给你4箱吗？不是，就是你点开完之后，
你今天假设原本是拿一个东一个作文一个纯白好了，它会变成两张纯白，是打开箱子的时候，就是这样。技能能全开吗？这次可以全部点满，对不对？不太行，不行，不太行吗？没办法，没办法。那可以，所以大家要慎选。那会少几点？少几点？哦，有点难解释。有点难解释吗？那我之后出懒人包影片前可以告诉。可以。好，那到时候去看我懒人包。OK。OK， 那好，那我现在来介绍阶段奖励了。对，阶段奖励一样，点这个活动 UI。就刚刚那个下面这里。好，这个是燃烧角色。我们刚开始进去是一阶，那我们从一阶升到二阶的时候，我们升阶方式是累积硬币，一阶到二阶是1800。对吧？反正是累积硬币就对了。那第一次升阶是送燃烧加速器，这个大家有人会陌生吗？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升到130，对。那第二个是心力保护区，心力保护区，我们直接进去，就进去。15星以下不会爆装，我们有没有东西可以充？如果你没有东西可以充，反正他充就是没关系。这个我影片懒人包有拍，15星以下跟去年一样，15星以下防爆。但是去年我们可以充，我们可以充那个尊贵装。对，去年可以，现在今年不行了，没错，被原厂抓到，没哭。好，含十五吗？含十五吗？你十四到十五而已。15到16就没有了，14到15 OK。好，接下来就下一个阶级，装备传授。装备传授，我要用这只船吗？我今天还可以用吗？可以，就这个，穿这个。那我们还是先看第四阶的。哦，也可以。因为装备传授的话，我们要换角色。好，现金道具移动。如何使用？很简单，接近商城。接近商城，先出去一下。快跑！应该不用开多只吧？商城。看一下。好，那这个就一样是我们右键伺服器内移动。好，直接选完。就可以移了，对，就是这么简单了。那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问我重装可不可以移啊？是可以重装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特别问重装。宠物装备，反正你只要丢的进现金保管箱，你就可以移动，就包含月光水晶啊。应该会有人想要传月光水晶吧？就可能你分身不小心抽到 W 虫之类的，都可以传。好。那个方块是因为这个是侧服，它没有要，目前没有要出。啊，不要那么紧张啊，聊天室。好，我们现在去安全的地方，去装备传授的，有那什么技术村，有仓库。啊，这里可以，这里。有人说想要看到全脸的你，你要不要过来一点？怎么可能？好，那装备传授。装备传授其实规则就跟上次差不多啊。对，没错。那我们这个是无法交换，为什么无法交换？有人洗过风方块吧？好，我们要选两个职业，新职业阿戴尔。新职业吗？阿戴尔。在下面，应该在下面。阿戴尔。好，看一下他数值怎么变了。魔攻、智力、幸运变成什么？物攻、力量、敏捷变附属，对。然后下面，好，那我转了。按下去 ，OK， 就变成一个精髓。要放仓库。OK， 放仓库。
像我们官网上面，你们的那个粉丝页上面有写说，橘子能源五个碎片，然后觉醒记忆三个阶段，那个是只有五碎片跟三阶段可以用吗？对啊，没错，还是其实一到五都可以用？不行，没办法，只有五跟三可以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好吧，我以为是打不清楚。没有没有，就是五碎片嘛，大家都知道就是五碎片能源。那三阶段那个是什么？记忆能源不是有分三个阶段嘛？嗯。什么觉醒能源跟记忆能源，还有一个什么充溢的什么勾的，反正就三个嘛，三个都可以。有人说上次P虫不能传。P虫那个好像，可是我们就可以传，不晓得为什么你的不行。反正如果你的不行，你说上次吗？他应该说P虫的虫装吧，还是？来，我们先要P虫直接传。啊，有虫装吗？有有有，一定有。你看你的那个装备。拔下来吧，哎呦呦呦，要收集收集。那我们等一下传看看。直接传，直接传。那我先把那个金水拿出来，啊，等一下再测试。安奈奈小屋。哎，我以为这边有仓库。没。有有有有，算你厉害啊！好，那。你就直接点那两下就好，直接点下去就没错，然后开始，对吗？跟刚预览的一模一样。对，智力转力量，幸运转敏捷。那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下面那种魔物功是用近射的吧？那如果你法师装原本是加物功的话，你转到物功职业，它反而会变魔功哦。没错，不会有那么爽的事情。好，没错，那就这样转化完成了，太棒了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蜱虫。蜱虫，蜱虫。来，把它丢进去，丢进去。是不是小屋完美工程？还有蜱虫啊，蜱虫。我放了，等一下再打 B。那 W 啊。随便写一个。给火球小蜜。完成。可以，可以传，可以传。如果到时候还是不行的话，客诉啊，客诉就对了。不行就客诉。好，那我们换下一个吧。烟火庆典的角色哦，好。阿 B 直接开吗？没错，没错，阿 B。怎么规定吗？这次不会还原副手武器的交易状况了吗？欸，这次你不能交易的东西转换过去，那个东西也会是不能交易的。那如果你是可以交易的东西转换过去，就还是可以交易。这个我没有。对对，没错，这个我们有试过了。那这次一样是可以用烈焰巫师转正。欸，可以，就跟上次一样啊。好，那不知道怎么做的话，我去年有拍影片，可以去看一下。欸，这个是什么职业？我等一下要买一招打。还是你要打？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我们是选专门练战地的，它叫什么？看一下，叫烟火。烟火庆典游行使用券，那一样是把这个打满，再要多少？400只，400只可以集满一次。那你集满10次。集满10次，它就会随机帮你升等。那也是你升的活动阶级越高，你越容易得到更高的随机升等。对，这个烟火就是每天可以放30次，那每10次就可以随机升等一次。好，等一下我回一下聊天室。好，那这次一样是不能转神秘冥界啊？是要周天君是要问这个吗？航海师跟夫尼尔可以。那其他可以的东西，粉丝也有写，我现在有点背不起来。农机赋不行转，农机赋不行啊，密宝跟黑赋也不行。传授都是转相反吗？传授是什么意思？好哦，你说装备传授就是你如果法师。
你身上有魔功，那你转到魔功的职业，它一样是保持那个魔功，但是你魔功转到悟功的职业，它就会帮你转成悟功。但是如果你反而是魔功身上原本有悟功职业，那你转到悟功职业，它就会帮你进色成魔功。反正到时候看预览比较清楚一点。如果我讲的不清楚的话，可以再多，我可以再多解释一下。武官等级都1到15等吗？应该不，没有吧？跟鬼怪敲头一样，你到190级，他就是给你升个两三等而已。对啊，每个阶级。对啊。就跟鬼怪，他每个阶级的几率都不太一样。但是鬼怪是140才能用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这一次是130到199。没错。有降10等。对，负5 B 伤还是转 B 伤？那可以转的就只有能源主武负5。凯撒能源转换成凯撒不能转，对，他可以交易，所以不行。凯撒可以交易的，这次都不能转，上次可以吗？上次不行，可以交易。那如果可以转，我看会很恐怖。烟火34一只，哦，这个我要特别说明啊，烟火一个账号只能放30次，但是就比如说我这个账号放，我这一个角色放5次，然后下一个角色。我讲满的好了。我这个角色放完25次之后，我剩下的那个角色就只能放5次，那你最后一次就触发不出来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，所以反而就是你要升级的那个角色，你就是乖乖打满10只再换下一个，不然你次数会被吃掉。你次数被吃掉的话，你就会少放一次烟火，你就会少一次那个随机升等。烟火一天30次，然后随机升等是10次发动一次，所以一天有3次随机升等。组队可以帮打烟火累积怪吗？这次的怪物，他这次都是算怪量的，组队可以吗？不行。哦，只能自己打，不能组队。啊，对，我刚，因为我怕我抢不清楚，就是我们刚刚放了一次烟火，可是，哦，我还有9次要打。哇，永生要打永生可以转吗？商城那个不对啊，永生你不能放到，你可以放商城吗？永生不能放到商城的现金道具保管箱，所以不能转啊。因为他想要多放几，那个做烟火特效也是很辛苦，所以烟火特效他放出来可以顺便帮你清怪。哦，对对，他算是一个攻击技能。嗯，我现在还要再做9次，我觉得聊天室等到皮下不行不行不行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，是没了，完蛋了，啊，完蛋了。那最后就是还有一个吗？还有什么？那个魔术帽啊。哦，魔术帽，哦，没有那个角魔术帽，因为我们没办法再选，所以我大概讲一下。活动票券，这个第一个魔术秀，它这个主要是对应上一波的符文1+1，但是那符很多很多很多。然后它这一次是不只给符文，它是给它里面有星火啊、咒文啊、封闭啊、核心啊、符文啊，都是随机给的。那粉专有一张照片。哦，对，粉专有那个照片，第一张都是那个东西。照片。啊，对，RRB。装备传送变成闪耀方块哦，对，不再是那个上次是那个罕见卷轴，但是烂到有事，什么十个？这样有比较好吗？有比较十个交换，有比较好一点，至少不是给我什么可疑方块。好，那啊对，这次改版那个剑士职业，它有多那个可以跳的东西？你要讲自己改。哎，这个技改。我们今天有要讲技改。技改简单提点一些比较重大一点的。技改是10月21号一上线就有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10月21一上线你就发现，哎，我的角色怎么变这么有趣？变强还变烂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有些强，有些烂。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去操作嘛，所以就可能要请大家自己去巴哈稍微看一下。应该大家都会关注一下自己的角色吧。哎，多了一个上跳的道理。什么跳？
他应该没有，对，二转找一下，一转是哪边的，看一下。我觉得那种跳的应该都在一转。跳跃攻击，有，哎，是吗？哎，七靠埋，。我想看。嗯，我不会用了。还是跳上。还是按错了。哇，晕了。不行，不可能。可以顺便讲史屋吗？史屋有要改什么东西吗？黑吉士不是有吗？还是我看错了？三转哦，森龙豹 是？哦，我懂了，每个难怪每个职业都不太一样。有，就这个啦。他会多、哦，这个是多技能，不是他跳跃本身可以上跳，就每个职业都会多一个。向上移动的位移技能，像米哈伊就是每个职业吗？还是剑士？剑士。像米哈伊家就有个垂直的光明追击，那这个黑骑士就有个上跳的东西，上跳的技能，每个职业都不太一样啊。它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技能形态。那个阴阳师有跟上破鞋，有跟上 GS 吗？没有。哦，还没有。再等一下，欸，这个有没有？我实在没办法回答耶，可能还是要请大家去帮他看一下。再等一下，或许就会有他什么职业？因为像我是玩夜光嘛，那我一定是比较专注我自己的职业啊。但夜光就有稍改一些技能延迟，那其他职业我就真的不太清楚了。好，我们换个英雄，他也是冒险三件事。他也是多一个三转上跳。哎，跨埋，哟，森龙豹，感觉长得差不多。没错，换个颜色，哎，上跳。好，那三法还有改吗？改有啊，就技改、啊。海外这次都还没改。三法看一下好了。应该在前面。有，等一下。三法要看什么？红钻维持多少封点？40000。不，你说多少封点？700封点。达成是700啊，达成是700，维持好像我记得商城里面有写维持，为什么维持不是都一样吗？没有，不一样，对，你看看，点看看它这里，维持是600，哦，维持会变少哦，也不是变少，它维持会全部都拿到啊，是拿到吗？是怎么讲？好像解释哦，反正它维持这边写。600，对，600。好，精髓能换双刀吗？可以吗？不行，武器转双刀也不行。没有双刀这个选项。哦，双刀不行。那这一次剑豪可以改，可以。哦，剑豪有，剑豪有，他有那个上剑。上次没有，这次有了。对，他多那个100等的东西可以换。好，那神之子呢？神之子能源不行，他武器可以、哦，武器也不行啊。武器他是拿那个流汗，那不行啊。所以他没办法，神之子也不行，没办法玩，没办法玩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所以这样是700加600，还是只剩600？应该是只剩600吧。维持只有600，第一次拿到700。哦，第一次拿700，对啊。然后维持是剩600。维持还是变1300？1300。哦，是1300哦。哦，那重新公司，不是本来就这样吗？因为我很穷啊，我都没什么在上钻的哦。那也是三转吗？有多东西吗？没有，我不晓得聊天是想看什么，没什么变啊，我记得主教没什么变啊，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。段数啊，因为如果是改段数那种，我们可能就测不太出来。好，那这次主要改版就是改那个
顶培，还有 MVP， 还有万圣节的一些活动，还有星夜马戏团，主要就这些。哎，怎么样？敢不敢直播抓外挂？因为这个是测试伺服器，如果还抓得到外挂，我看测试伺服器你自己就是外挂嘛。烟火庆典游行有限几只吗？你一天最多可以敲三次，随机升等三次。那你可以发动30次技能，发动10次技能，它会出现一次随机升等。但是，就是你不能乱换角色哦，你不能这只角色打5，你比如说我用本尊好强，我本尊先打到9，那你换下一只比较烂的分身，你还是从1开始，而且你前面那9次会被吃掉。这个是测服的账号啊，所以就不要想太多，那个25星都是浮云。这是测试服啊，聊天室不要太紧张啊，现在真的没什么事了，完蛋完蛋。可以说妈妈我要双 B5 吗？妈我双 B5， 妈我要双 B5。 好，聊天室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了，这个我们直播也快结束了，那我看一下夜光。好，你看一下夜光。有人说要看夜光，看夜光是要看什么东西？你们想看夜光什么？因为夜光都只有改技能延迟啊，所以就有一个可以在绳索上面瞬移。哦，对对对，看看有，可以可以，你瞬看瞬看。好，这里。好，有哦有哦。以前不行是不是？以前不行，以前练功不小心顺到绳子上都会卡，那现在就。你玩很香，你玩炼狱就不会啊，就没这问题了。可是炼狱很烂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炼狱那么猛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我觉得这个算是对夜光来说不错的改动。我本来一直很期待说，我以后练功不会卡，殊不知，殊不知我275了。恭喜恭喜。对啊，好，那今天就准备跟大家说再见了。还有谁是刚来的？应该没有吧？我才刚来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每个都刚来。炼狱很强，收回，收回。花钱天气是无限买吗？花钱天气是无限买吗？花钱天气是无限买，是什么意思？它可以交易啊，你有钱就一直收啊，就这样的。因为它这个个人天气是可以交易的，我放在哪里？对对对对。所以你可以去拍卖买，拍卖买得到，但是你个人从商城拿出来的那个量就是固定的。那共享天气一样是只能在账号内移动。没错，可以狠狠的骂橘子吗？要骂？你会觉得搞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你怎么改那么烂？太夸张了，夸张！严厉斥责，严厉斥责。好啊，好啊，唱一下 Maple 啊！因为我有台、哦、新台币、哦那個。你有印象吗？你有印象吗？我懂，我懂。你有没有看过我的 MV？ 回家看一下。我知道原曲，我那听到你唱这旋律，我就懂了。对吗？哪会？哎，这个是有旋律的哦。你们一堆人说我用念的，傻眼傻眼。好，那，那不然我们现在开 Q&A 好，有没有人要问什么问题？啊，简单 Q&A 就五分钟，简单 Q&A 五分，然后大家就再见。剑豪段数这么低，怎么没平衡？剑豪段数有很低吗？我不太清楚哎。剑豪海外啥时改版？对啊，那。我们这次没有跟海外，那之后没有什么时候会跟？至少今年没有。哦，至少今年没有。夜光那个什么祝福有开关，我看一下。祝福是几个？哎，糟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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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知道祝福几等。哇！有这个。啊，你按右没有啊，没有改开关。有你按右键再离开，没有、哦、啊，没有，还是不知道。现在没有哎、欸，没有改开关。没有没有，他技能也没有讲，他是在骗你，还是别的祝福，太多祝福了。有人说要看一下那个封魔，封魔是不是可以改操作？几块玩？几块玩？测试一下封魔，剑士的盾牌可以转、哦，盾牌不行，盾牌盾牌不行，不行不行，要商店卖那种副武器才可以。等一下，红钻维持给多少？600。
阿爸夜使者。几等可以参加星夜马戏团？101等。101等。然后，刚刚那个宋福文啊、星火那一个，那个是200等才能选哦。最上票券最上面那个200等才能选，然后敲头那个是131到199等专用的。那练等那个就没有什么限制，练等那个101吗？还是101？什么101啊？哦，101就可以选。然后神之子是解完第二章。他说一下那个主教那个天那个天那个和平天和平使者。两翼封闭一天有限购次数吗？两次。没有，你前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我们直接进去。不是记得我是看资料，我记得一天只能吸到两次。那花钱的人，我是不知道可以放几次啊。但是吸的话，一天两次而已。可以用烈焰巫师转什么？就是烈焰巫师，他不是皇家骑士团吗？然后皇家骑士团的副武不是都用同一颗？那比如说你原本是一个错属的东西，你在法师的副武上面有三排物功。假如你在法师副武上面有三排物功，那你转到物功职业，它不是本来会变魔功吗？那就变成说你先转给烈焰巫师，让他维持物功。那你维持物功完之后，你再转给其他物功职业的皇家骑士团，那你在皇家骑士团再去用精髓之后，他就可以转正成物功职业，有三排物功。可是如果你们要这样转正的话，你们要结两个账号，因为一个账号只能用一次装备传授啊。如果你要转正，你要一次结两个账号，能源就不行啊。这个我只说副武可以，因为只有副武他皇家是同的。浓密法那个也是有，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心跳条跟烟火条吗？那个浓富那个不是浓密法那个也是，它是给你一个魔法帽，然后你填满之后，它那个礼物就会直接喷在地图上，然后你要自己去捡，可以吗？你刚点几次？刚刚三次还两次？第一个。你现在继续花钱，你已经连续两次了。对，你一天只能吸到两次这个天气。来，学弟。但是你一天只能吸到两次，但是你还是可以买。你买了，你地图上的所有角色、所有经过人都还是可以吸到，但是你一天就是只能吸到两次。买的话是可以一直买，一直买。差不多了。刀能转吗？朱雀刀不行，旧的朱雀刀是120等，它的那个数值不太一样，不行。可以转的就是100等的那一种商店卖的。对，差不多了，各位聊天室。它这个两翼归两翼，但是这个是全图式的，对啊，你可以换到王路地位两翼耶，很便宜啊，王路地位，是吧？你们就是太无聊了，就是看你们伺服器的人多不多啦，就越多人的伺服器越吃香。像不是有那种天气群吗？其实这个也可以弄一个天气群，就约说什么30分跟整点放啊。应该两亿应该还是会有好心人买，搞不好放越多我就喷越多漆黑，掉越多防具。对啊，积个阴德。有没有机会？那我昨天是有打到一本绿书，想要买的话可以，想要买的话可以来找我。太晒了，晒了。好，半本队友。时辰到了，各位聊天室，时辰到了。大家10月21，新歌了，还在那边 maple， 听一下我的新歌好不好？10月21，大家准备玩啊？对，这个新夜马戏团要11月4号，11月4号才有。10月21是先跑那个万圣节，万圣节跟季改。对，你还是要先回来。黄金马车呢？黄金马车也是10月21号开始。对。好，反正10月21就要先进来，赶快准备。好，那我们一边收台一边，反正再见，八八八八八。好，一边唱 maple 啦，唱啦，哪次不唱？我想一下要唱哪。
艾比米修潘朵拉，你跟你一边跟观众摆摆动，太尴尬了。对，你唱。宝干烧钱，我都愿意，因为我有台新台币，投铁头功，飞，我有非洲运，哒，老婆露西达，哦 ，Maple。怎么有那个？怎么有人在阿侯椅？刚说几号？哪个几号？几号？什么东西几号？好，新月马戏团十。我们从最近的开始好了。哎，我的滑鼠呢？点名，10月21号，季改10月21号，然后万圣节活动也是10月21号。对。星夜马戏团是11月4号开始，没错。这个应观众要求，你们叫我唱，然后又说我尴尬，这很难搞哎，观众。好啦，那就好，再见啦，八八八八八。节目的直播就到这边，大家拜拜，打会战哦，等一下跟橘子借一下电脑。可以啊。荒城会战迟到了。好，拜拜。我的国籍这次没有第一，我的国籍。好，拜拜，你安静就好。